如果眼睛会痒会酸，记得千万不要用手去揉哦。我觉得眼睛有点酸啊，不可以揉眼睛啊。有点是科比啊。小朋友看手机要注意视力保健，走路及过马路也要注意安全。假日的时候，全家人到户外活动，平常记得多抬头动一动。要正确用三 C， 眼睛才会亮晶晶。哦，对了，自己的眼睛要自己顾了。